难道真相武城四所说，他被人收买了？是啊，太奇怪了。阿禄被人收买了，被谁？被段无涯。他如果真的是被段无涯收买了，就应该赶紧将太子妃交给段无涯，为何要将他藏匿起来？ 为什么发生在我身边的事都与礼贤太子有关呢？这难道真的是巧合吗？这也太巧了吧！礼贤太子，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礼贤太子呢？阿禄死了，武城寺沉默了。 段无涯无影无踪了，琅琊王也不再派人捣乱了，所有的人都悄然隐去，只把一个连丈夫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可怜女子推在了最前面。她究竟是一只没有生命、被人操纵的木偶？ 姑娘早啊！啊，狄大人，无需多礼。狄大人，你是刚起来吗？我去给您打洗脸水吧。哎，不用，娜娜行啊，你是客人，应该是我照顾你啊。我是我一直给您添麻烦。嗯，哪里？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盆花叶子有些萎蔫发黄，应该是花土该换了。哦，嗯，不愧是养花高手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姑娘。不算什么。 好，那你继续。哎，嗯，狄大人，李将军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没有，非常平静。 有时候太过平静了，也未必就是好事。让大家还是不要放松警惕。嗯，哎，狄大人，您还进去吗？我去跟太子聊聊天，免得他太过孤独苦闷了。请。 臣狄仁杰，参见太子殿下。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。 臣来了，太子，您不能不吃饭呢。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狄大人又来干什么？还是对我不放心吗？太子，您不要误会，臣诚心实意来看您。当然，还有些事。 要向您请教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太子，这是您的太子宫，不是大理寺，臣也没那个胆量。
来审案。只是臣昨晚听到了一个故事，很特别，很温馨，臣有些好奇，特来请教太子。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昨晚臣来了一位朋友，他来自山东泰安府，带来了一些御花骨的花。臣生性愚钝，不懂得赏花，但臣听说太子是赏花的行家，所以特来请教。狄仁杰，我知道你是审案的高手，可是我不会中你的圈套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还是省省心，回去吧。臣愚钝，臣只知天下有牡丹、芍药、梅兰竹菊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花叫做玲珑，不知太子听说过没有。臣听那位朋友说，这种花非常非常的名贵，而且普天下只有山东泰安府有。狄仁杰，你又要搞什么鬼？臣不敢。臣确实得到一盆名叫玲珑的花，而且臣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会赏这种花，他就在洛阳，他的名字叫太子。玲珑在哪？你们把他怎么样？快说，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看来太子真的知道玲珑这回事。狄仁杰，告诉我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快说，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太子息怒，请太子息怒。狄仁杰，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臣遵旨，请李将军退下。臣回禀太子，花还是花，只是缺人关爱，有些憔悴。臣没有找错人。你给我出去！臣遵旨。回来。太子还有什么吩咐？狄仁杰，臣在。狄大人，不敢。请你们不要伤害他，不要伤害玲珑。她只是一个可怜的女子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家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亲人，因此，请你们放过她，算我求你。臣明白了。太子放心，还请太子保重身体。臣告退。杀杨花的为什么要来洛阳？为什么要来这种是非之地？杀杨花的，
狄大人，狄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狄大人，我刚才听你们说玲珑，这玲珑是什么花啊？我怎么没有？偷听。哎呀，狄大人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偶尔听到的。狄大人，你可以不知道。哎，狄大人，我分明听到你与太子说了那个。你记住，李将军。啊。这件事情不可与任何人讲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 事可大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会守口如瓶的。多谢。太子的心情可能会乱些日子，你们要小心照顾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狄大人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 大人，到了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玲珑姑娘呢？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玲珑姑娘说她有点事儿，要出去一趟。 我不是说让你好好的照顾她吗？您是说让我照顾她，可没说让我看着她。嘿，再说了，玲珑姑娘又不是犯人，用得着看那么紧吗？你，这天马上要黑了，出点事怎么办？你不怕她想不开呀？不怕，玲珑姑娘说了，她相信老爷可以帮她找着丈夫，就算人死了，坟丘也会有一座，只要能到丈夫的坟上上柱香磕个头烧点纸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 备马，老爷，马上就要吃饭了，你还出去啊？嘿，我让你备马便备马，你哪来那么多的闲话呀？停车！停车！ 狄大人，您这是要出去啊？我出去转转。大人府上的花养的不好，这些花是我从花房拉来的，要给大人的府上换换样子。好。他们是我雇来给大人府上送花的。那狄大人，我们先走了。有劳。走吧。家里有女人和美女，就是不一样啊！金玲珑姑娘这么一收拾，我都不敢认着院子了，还以为错走御花园了呢。去看看饭好了没有，救你花朵。狄大人，免礼免礼，多谢你啊，姑娘。不过你将这些花都拉到我这里，你买卖怎么做？
本来玲珑来洛阳也不是为了做什么买卖，嗯，后来听狄福哥说狄大人能帮我寻到夫君，我就想还守着这花干什么，我夫君若是还活着能见他一面最好，若是见不到能在他坟上烧炷香也可以，玲珑就算死了心了还回泰安去。狄仁杰啊，就是这种脾气，遇到任何事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他的这种脾气啊，帮了他不少忙，也害了他不少回啊。好啊，那就让他好好去查。他查得越清楚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你猜猜，他此刻会去哪儿？当然是去见郭襄城了。当年陪李贤先行去泰安的就是他。嗯。看来泰安知府没少帮你的忙啊。人往高处走嘛。张大人，来，我们喝酒，就让狄大人慢慢去查吧。好，干。下官狄仁杰参见宰相大人。听说狄大人破了调包案，又救回了太子妃，为朝廷又立了大功一件啊。是功是过，神鬼自知。老大人，下官能不能进屋讨杯茶喝呀？请。谢大人。狄大人，下官在。老夫当年同张柬之跟随李贤太子先行到泰安，这件事你是知道的。今天为什么你又要翻出这陈年旧事呢？不，下官呢，其实就是找个话头，想与您聊聊天儿。据老夫所知，狄大人每一句话都有难以琢磨的含义，不会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吧？啊，哟，这谁说的？哪有如此严重啊？狄大人有话直说吧。老夫知无不言。啊，不，真没有，就是来品品您的茶。啊，好茶啊。哦，对了，学生听说当年太子奉旨先行到泰山祭天，好像跟一个叫什么玲珑的姑娘，啊，此乃太子私事，老夫如何会知道啊？哎，您当年与太子同吃同行，还同住太子的行宫，朝野上下一片羡慕啊！您不可能不记得吧？
不错，是有这么回事。那女子到泰安府送花，无意之间与太子相遇，太子一眼就看中了她。哦，这位女子不但花养得漂亮，她人长得比花更漂亮，太子很喜欢她，后来也到御花谷去过几次。太子和老臣讲，他想让我在先帝面前为他求情，等拜祭完泰山之后就把他带回京城，没想到还没有离开泰山，他就被人陷害，成了阶下之囚了。哎呦，哎，老大人呐，后来这玲珑姑娘怎么样了？太子已经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哪里还顾得上他呀？也就是欢愉几日，过后也就烟消云散了。这件事当初知道的人肯定不少吧？除了老夫与太子外，还有一个人。哦，谁呀？张柬之。他虽然常常忙于自己的事务，对此事也应该略知一二。啊，此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李前太子告诉你的？不，是一位生人告诉我的。生人？什么生人？我要是知道，还用得着来请教你张大人？是啊，这件事我也知道一点，是郭襄城郭大人悄悄告诉我的。他告诉我说，李贤太子看上了御花谷的养花姑娘，让我留点神，帮他打听打听姑娘家里的情况。向谁打听啊？还能向谁打听？张顺子。除了他，我还能向谁打听？御花谷的养花姑娘名叫玲珑，父母早就死了，是她一个人支撑着一个很大的花房。你有没有亲自找过玲珑？啊，当时忙着张罗祭天之事，哪里有功夫去见一个御花谷的养花姑娘？当时想着，等万岁爷祭天之后，去见他一次。哎，可没想到，李贤太子还没有离开泰安，就出事了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他们后来可否又见过面？我是说，玲珑是否去成都府找过太子？没有。真没有？在成都府之时，我几乎每天与太子在一起，他要是去过的话，我还能不知道？狄仁杰，你既然不相信我，何必又来问我？好，接着说。还说什么？你不是也去过泰安吗？知道的应该比我多呀。完了，完了。你就再没有玲珑的其他消息了吗？要想知道玲珑姑娘以后的事，你应该去问现任知府黄永安。黄永安，他是郭大人的学生，太子事件之后，他害怕受到牵连，就投到武承嗣的门下了。他去过洛阳？没听说过。也就是说，要想找到玲珑姑娘，就得先找到这位黄友安，黄知府。我还有一件事，张顺子如今在泰安府吗？应该还在吧。
他恩一别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好，多谢剑之兄，告辞了。狄仁杰，你既然已经找到了太子妃，何苦又要将他推入火坑呢？他已经够可怜的了，给他留条活路好不好？好，剑之兄就是因为这个不想理我。我记得你以前是很有同情心的人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想听真话吗？你说吧。太子妃留在京城，或许还有活命的可能，可一旦离开我们的视线，其结果将只有两个：一，被人利用挑起事端；二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大人请。有旨，狄仁杰觐见。臣遵旨。好了，免礼吧。哦，臣谢恩。什么事啊？启禀太后，臣想告假。嗯，告假？怎么，狄仁杰又进宫去了？你猜他去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与玲珑有关。这正是我意料中的事。武大人，黄永安那小子嘴紧不紧？不要再将话说漏了。应该不会吧？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他不是都知道吗？狄仁杰是什么人？是个抓住一根头发能扯出一堆大活人的主，此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。那监管李贤太子的事怎么办呢？回禀太后，李多做李将军，忠肝义胆，尽职尽责，没有问题。但如果加上武承嗣武大人与郭襄城郭大人共同负责监管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准奏。谢太后。狄爱卿。哦，臣在。路上一定要小心呐。大人，您找我。快收拾东西，马上启程去泰安府。又去泰安府干什么呀？我要看看玲珑这五年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，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太子。那还不简单，咱们直接问问玲珑姑娘不就成了吗？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可是我们走了，她怎么办啊？谁呀？玲珑啊。我已经安排了李将军，暗中派人保护她。咱们就是劳碌的命啊。我们是住驿馆还是客栈？哪儿都不住，住一个朋友家。张顺靠得住吗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他如今呢已然生成骨头了。哦，咱们先找地方吃饭啊。客官，买花吗？不用不用。樱花谷的花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客官，买几枝吧。啊，不买了。
啊，对不起啊，姑娘们。不买花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不买花。不买。对不起，不买啊。对不起。哎，谢谢客官。哎，小二。哎，我问你，此地有几个御花谷啊？没有十个，也有八个。客官，你要买花啊？哎，我，请问，此地有没有一位叫玲珑的养花姑娘啊？玲珑，你要找哪位玲珑姑娘啊？哪位玲珑？你们有几个玲珑啊？客官，您稍等。哎，玲珑姑娘，有人来买花了。来了。客官。来我的花吧。哎，等等。小二，这怎么回事？客官，他们都叫玲珑，都是养花姑娘。你想买什么花，随便挑。小二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买花的。客官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你们要找玲珑，我给你们找来了。既然找来了，当然要买花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何时跟你说过是来买花的呀？不买花，找什么养花姑娘啊？哎，不买了，看看吧，不买了，买不了了，真买不了了。御花谷的花，都走开，走开，别跟着我们。鲜花，御花谷的鲜花，再买连回去的盘缠都没有了，岂有此理！大人，真是奇怪，为何出现了这么多叫玲珑的卖花姑娘？就这儿吗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嗯。来了。找谁啊？找的就是你。哎，办差时间已经过了，有何事明日去衙门说啊。张顺子，嘿，张顺子也是尔等叫的，你信不信？哎呦，色子哥，顺子，好久不见呐！哎呦。狄大人啊，哎呀，狄大人，不知道你们过来，来，请，哎，狄大人，请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乱了。哎，狄大人，坐。哎，骰子哥，坐，请坐。叩见狄大人。哎呀。老朋友了，还搞这些假客套。起来。嗯，胖了啊。我说顺子，咱们也就5年没见面嘛，啊，你怎么当捕头的？就这眼神儿。哎呦，得罪，我是一看见拿花的进来，心就烦，没留意啊。为什么呀？哎，狄大人，您有所不知。现在府衙中经常接到外来过客告状，说这卖花女啊强买强卖，你不买不行，买少了也不行，弄得我们呢，管也不对，不管也不对，你就应该管一管。哼，他们这哪是做生意，分明就是讹诈。哎呀，管过没用啊！现在的泰安府，卖花的比买花的多。难得碰上一个外来的客人，当然是能卖一束算一束了。这没什么人买花，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卖花女呀？以前不这样吧？还不是因为玲珑吗？因为玲珑？这儿就是当年的御花谷。哎，养花的人不在了，
自然成了这个样子。顺子啊，泰安府究竟有几个御花谷？真正的御花谷只此一处，真正的玲珑姑娘也就一个。可我们今天听说过东施效颦吗？听说过。你的意思是玲珑因为养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好多穷人家也效仿玲珑养花，把花圃也叫御花谷，把自己闺女的名字也改叫玲珑。泰安府卖花的人比买花的人多，叫玲珑的姑娘比不叫玲珑的多。你说养花改变了玲珑的命运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玲珑姑娘当年经营花草并未给她带来多大的变化。变了，全都变了。当年玲珑因为给太子行宫送花差点吃了官司，狄大人你也知道，我还将她藏到我亲戚家中躲了好些日子呢。对，记得那会儿我们找她很久也没找到。后来怎么全变了？此事说起来有些蹊跷。怎么个蹊跷法？太子案的风声过去之后，玲珑便回来了，照样每天种花养花卖花，过着与以前一样的日子。没过多久，新任知府黄大人上任了，他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御花谷，找玲珑姑娘。张顺子，卑职在。泰安府有个御花谷，你可知道？回大人的话，知道。御花谷的养花女是不是叫玲珑啊？正是。玲珑姑娘家住何处？就住在御花谷。你马上去把她给我找来。启禀大人，玲珑姑娘不过是一个养花女而已，她可从未曾犯过法呀，请大人明察。本府说她犯法了吗？还不快去！遵命。等等，本府亲自前往。我还以为又是当初送花的事惹出了麻烦，心里非常紧张，但又不能脱身给玲珑送信，心里想这回完了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黄大人见了玲珑非但只字未提太子案的事，还用轿子风风光光将他接进了知府衙门，认作干闺女，好吃好喝，还有人专门伺候着。也就是说，四年前黄知府就将玲珑姑娘接进府中，而且还认作了干闺女。从那以后，玲珑便再也不养花了，成了知府大人家的小姐，当时轰动了整个泰安府。人们都说啊，男人风光靠读书，女人风光靠养花。泰安府的姑娘们也都纷纷效仿，做起了养花女，也都想靠着养花有朝一日得到知府大人的赏识，一步登天。后来呢？玲珑姑娘成了千金小姐，自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就连我也见不着他。你在衙门当差也见不到吗？两年前我曾经见过一两次，后来就再也没见过。有人说有更大的官看上了他，把他接走了。什么时候接走的？不知道，我也有两三年没有见过他了。两三年。姑娘在洛阳城外开花房有多久了？差不多三个月。玲珑姑娘一直都住在皇府吗？没有，她一直都住在感恩堂。感恩堂是什么地方？感恩堂就是知府衙门的后院，当年先皇来泰山祭天的时候，因恼恨太子犯事，便没有住进行宫，而是改住了知府衙门的后院。院子因为是皇上住过的，后来就改名叫感恩堂。感恩堂还有什么其他人住过？没有别人，
那是万岁爷住过的地方，外人怎么能随便进呢？别说我在衙门当差这么多年都没进去过，就连皇夫人与皇家的少爷小姐也都不能进去的。也就是说感恩堂成了玲珑姑娘一个人的私宅。是，除了黄大人，别人谁也不许进。玲珑姑娘何时离开的感恩堂啊？有两年了。你怎么知道是两年了？没人送饭了，自然就没人住了吗？恍然去。